我可被大妈他们抓到烟馆去了，我现在不知道哥哥情况怎么样，你能不能救救哥哥？你先回去，我现在就去救你哥啊。四爷好。啊，念生，嗯，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？嗯，这是我这几天睡得最好的一晚。我呀，给你找了个裁缝，量量尺寸，做几套新衣服。不用了，四叔，我穿这个挺好的。四爷，哎，裁缝一会儿就到了。哎，念生，嗯，这是祥叔，以后有什么事跟他说，和跟我说一样啊。祥叔，念生少爷。哎，祥叔，让你给韩司令送的请帖送到了吗？送到了。那就好。来来来，坐。啊。咱俩可说好了，咱俩各管一摊儿，你只管去卸货的事儿。现在这事儿啊，已经惊动了忠义堂的刀哥。我在码头是个首领，要是被逮着了，就全完了。你初来乍到，没人知道你底细，出了事查不到源头的。今天滨江道烟馆的贾老板要看货，线我是帮你搭上了，你只管送货就行，五五分成，行了吧？听见没有？哎，行。四爷，这些都是我们布营斋最好的料子，都在这儿，您看哪个合适？四师叔，祥叔，我在寺里穿惯了粗布的，那些好料子我还真穿不习惯。哎，刚才那套衣服就可以，要不我穿上给四师叔看看？这孩子跟他爹一样，急脾气。联系好了，到时候报我名就行了。好，快去吧。哎，这次呀，我就不跟你一起去了啊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那不行，你得在这等着我。好，快去吧，快去吧。等着我。哎，快去。给我抓住他！哎哎哎，你们谁呀？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让进去！快走！滚！哥，让进去！哥，哥！有事来北港巷找我。导演，导演，您误会了。我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，也不敢从别人手上拿货呀！你他娘的别给我打马虎眼！这小子哪来的呀？有他娘的便宜货你能不要？不敢不敢，小的不敢。起！你小子哪条道上的？这货哪来的？啊？给我打！我死里打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，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干什么呀？就凭什么打人啊？凭什么？就凭你小子够傻！我，别以为你耍点小聪明，偷了少爷的货就没人知道。我，各位大哥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！哎，他娘的，还挺嘴硬啊！我真没有啊！烟馆的贾老板都说了。那批货就是你偷的！我真的不知道，大哥，我真不知道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啊！师傅，停车！秀儿，念生哥，我哥被大妈他们抓到烟馆去了，我现在不知道哥哥情况怎么样，你能不能救救哥哥？你先回去，我现在就去救你哥啊！哎，这位爷，您是大堂抽还是包间抽啊？哎，上面都是忠义堂的人，刀爷他们你惹不起。哎哎，可以吧？你小子还敢来这儿？给我打！呀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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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你敢跟我们作对，忠义堂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唐四爷光明磊落，名声在外，怎么忠义堂有你们这帮败类？回去我再问你。啊，狗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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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醒醒啊，狗剩！啊，谁给你打成这样的？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醒醒啊，狗剩！来来来，行了行了行了，狗剩，告诉我，谁给你打成这样的？啊？钟义堂。红旗，他们知道我动了他们的火，所以又是这帮狗日的！哎，你们知道烟土害人害己，怎么还靠他赚钱？我们念生哥，我们俩不就是想赚点钱，再踏实干吗？你们把他藏哪儿了？还舍不得说啊？我劝你们，赶紧把东西找到。去告诉四爷，黑爸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来，行了。哎呀，哎，秀儿，念生哥。先喝点水吧。啊，对，念生哥，累了，先喝点水吧。我去找点吃的。快去吧。嗯。你看你嘴巴干的，你来，你来吧。别动啊！不是要你本本分分做人吗？怎么还沾这种东西？嘘，念生哥，我说，我这成天吃不饱的。我怎么养活妹妹啊？本来就想这票干成了，有钱了，我以后就不用过这种日子了。黑娃，你要是还有这种想法……对了，念生哥，我忘记问你们，你们想吃点什么？什么都行，去去去去吧啊！哦，那我只能跟你绝交，因为我不会再因为这种事情去帮你，你懂吗？念生哥，我知道错了。哎，但是这件事儿千万别跟秀说，啊。四爷，怎么着？你找我啊？四爷，那我先下去了。念生，你不是外人，坐下。红旗，我说过，忠义堂上上下下的人，谁也不能背着我跟日本人勾结。后果，你们都知道吧？永兴码头给日本人下货是怎么回事？嗯？要我再说明白点吗？说你呢！哎！